Hello， 我在很萌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了讲吉他的时间了。今天呢，要讲一个后半拍。学生都会来问我，老师后半拍我不会弹。基本上就是这样嘛。不过听起来感觉有点像 reggae， 这是前半拍，这是后半拍，一整个拍数把它做出来。可是我只弹后半拍，看看。这个我发现到学生好像比较容易抓住，但是还是不够，还是不明白吗？还是不了解吗？所以，我用这个方式来解释。所以你看，如果我们算一拍，就等于用一个 V 来算；如果我们算半拍，就等于半来算。那前半拍等于后。半拍等于前半拍后半拍一拍 one， 这个连起来了一拍，这个没有连起来的半拍前后。前半拍，后半一拍，弹前半拍，只弹后半拍。那在吉他来讲呢，一定是下跟上，所以下去前半拍，上去后半拍，前后，会明白了哈。明白了哈 ，OK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前半拍跟后半拍啦。希望我的分享对你们学吉他的有帮助。如果你不是学吉他的，也看看一下啦。我忘了解释上一集为什么要拍那个 MV。其实没有什么，我拍爽罢了。基督徒嘛，就拍一个简单的赞美诗歌吧。拜。